张老师也是大家问吧。还有我们的这个沈一鸣和吴学敏，说两句。大家好，大家好。没有，这个学敏刚才出去了。没关系，我们转过头来看看这个。咱们今天的节目已经准备好了，是吗？那我呢是被逼上梁山，这个刚才临时被抓出，这个看听了那个杜伟啊，今天晚上主持这个节目以后呢，我这个一上来以后啊，就更紧张，平常呢就紧张，现在上来了就这说话了就有一点语无伦次。那个不过首先呢，就是说我们今天晚上来，我们 FCC 来了一些朋友，要让我呢向大家就是 Newton 舞蹈班的这个朋友们呢表示这个祝贺，十年非常不容易，大家都坚持下来了。但是呢，刚才他们那边我们 FCC 的朋友都告诉我呀，说我们 FCC 的大部分的人啊，都是属于 Newton 跳舞班没有 survive 的人。是刚才那个杜伟讲啊，这个黄埔一期啊 ，Newton 一期呢，最后 survive 下来了呢，非常不容易。那些没有 survive 的人呢，都到 FCC 去了。那个。还有昨天晚上呢，因为这个我们有一点事情呢，没有能够去这个舞会。刚才 Lucy 告诉我，说这个你们的这个 decoration 非常好，像气球啊，都是这个紫色、黑色的，这跟我们拉丁 school 呢是颜色完全一样的。他说我们呢本来就是一家人，尽管呢。我们这些人就是很多是半途的这个就是没有 survive 下的人。今天晚上在这里，他们有一个要求，希望呢能不能够让 Newton 的这个跳舞班啊给发一个什么荣誉证书之类的。尽管就是说他们没有毕业，但是呢我们现在还在踹，还想。我们在 Newton 跳不了，那我们到 FCC 再继续跳。尤其是像我这样子的话，这需要时间要挺长的，这短时间3年半跳三不转四不转，这我能要5年，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跳，谢谢大家。